孔子庙，姐姐要来逛孔子庙了，姐姐进去吧，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嘿，知道了，走。它旁边有一个小园，你从那边进去，因为它大门没有开，走阶梯 ，Go。给你看一下什么是孔子。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是一位老师，他有教无类，谁都教，所以他就被后人供奉为神。好，这里哇，姐姐好大哦，这里有个大广场，好多人在这里拍照。其实也就两组人而已。好啦，姐姐进来吧，这个庙感觉很久了，这个应该是古迹，大成殿。姐姐进来，你有跟上我的脚步吗？快点哦。这里有写金谷贯道参地天宇，好特别哦，至圣先师孔子，他没有他的头像哦，他就是一个碑这样子而已，好吧，姐姐就这样子而已啦，没了。那你可以拜拜一下，拜拜一下，就随便了，拜什么都可以，拜一下孔子吧，譬如说考试都不会写错啊，都可以注意啊之类的，好不好？